是最后期盼。一个一个动作拢非常的认真，这就是台湾地图。这林老师以前是一个民歌歌手，去了八年，因为对多有兴趣，开始接触。一开始，伊做的地区拢卖了无好，煞开始学习地的精神，一遍一遍的改良，才有今仔日的成就。一开始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摸索的时间很长，那一直在找一个适合自己能够去投入的方向。那几年前在参加一个茶会，那发现在上面很少人使用我们的作品。那平常时我们的作品都可以卖，可是在正式的茶会上却很少能够登上茶席的位置。那开始思考着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所谓的好的茶具，所以开始到各个地方去学茶。林老师表示，身为南投人就一种责任，要将传统的文化让大家都知道，促进地方的发展。林老师在休假期间，也有在南投市公所开办多益课程，要让更多人发现多益的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不同的茶，它应该对应着不同的茶具，它有不同的壶的厚度、不同的保温性、不同的水温，甚至是不同的器型来表现茶汤的颜色以及它的香气。那有很多的功课，经过五年的摸索，那到最近才做出一些比较能够符合市场需求以及标准上受欢迎的茶具。一项工艺的创作，就是要融入生活内底，才会让人感觉到伊的存在。所以林老师选择地区的创作，即马市面上的地区大部分拢是机械化生产。老师的地区是手工制作，让地区有温度、有感情。记者郭惠麦采访报道。